现在我要解说的是圣诞狗雪纳瑞350白色做八扭转，旁边再做一个八打结，接一个鼻头黑色，浅棕色上下做两个小熊耳，然后做十，做四个来回做，做好做十，上面两个十，下面一个十，三个，剩下的我们会做尾巴四度。接着我们做260连接小熊耳，拉细下来连接鼻头，然后从350中间消气下来，做一个熊耳，一个四连接，再做两个熊耳，六熊耳，二熊耳，六连接，后面同样做短一点而已，然后把它套在腹部，让它有一个坐姿。接着我们160连接熊耳上来，连接鼻头，做一个嘴巴熊耳，再一个六下来连接。接着我们做耳朵，耳朵260棕色，做一个五，一个熊耳，连接小熊耳，再做一个熊耳，做一个五，白色160连接熊耳，把它围好，在这边做扭转连接，在上面再把它围好，做连接，连接小熊耳，同样的动作做好，耳朵完成，眼睛做一对，这边有白色空隙穿过去。我们这个圣诞狗雪纳瑞完成了。